这是美好的早晨，是蒙福的早晨，因为我们的神活着。阿门。阿门。走向左右弟兄姐妹说，让我们天天传扬主的福音，让我们天天传扬。哈利路亚。荣耀的君王，让我们拍手欢迎他。阿门。呜呼！将天敞开，你的荣耀将。
早上神的宝座要设立在我们当中，阿们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！今天早晨的时候，让我们再次举起我们的手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他要用他的话语，用他的双手来带领我们，敞开我们的心，更多更多的来经历他美好的同在。阿门。耶稣，我们敬拜你，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，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，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。从头再唱一次。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，你靠近我，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，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，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颜，我已决定永不后退。你作为何等柔美，你大能在我心间，我愿一生紧紧跟随。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，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，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，我要挣脱缠累，永远不后悔。在你翅膀底下，我的保护，你话语是我生命的坚固，你允许不要动，只是始终永不落空，未来在相信今天耶稣还要再次寻找到每一个渴望，每一个来寻求他的人。好不好？今天早晨的时候，把这首歌当成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，相信今天早上神的爱要更多的充满在我们里面。从头来唱。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，紧握你拥抱我，从此你不放手，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，你医治我，你恢复我，从此我不放手。夜再黑，夜再黑，心再疲惫，我仰望你至圣容颜，我已决定
早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再次的对着主来说，主啊，虽然有眼泪，虽然有黑暗，主啊，但是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不放手。阿爸，我们同声一起开口两上我们的主祷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祷告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在你里面永远有恩典，在你里面永远有数不尽的祝福。
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身体为我而生，带我出黑暗，进入光明国度，使我再次能看见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十字架一直恩典永留，使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主耶稣。宝血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宝贵是家乡，一直恩典永留，是我完全的自由。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医治，因他的宝血，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。我们数到三，一起同声的祷告，一、二、三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今天你要医治一切的疾病。你要断开一切的咒诅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。是的，妈妈妈妈，愿你的十字架大有能力，你的十字架大有能力。阿肋路亚！让我们高举手，大声的唱。宝贵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，带着信心来宣告。主耶稣。
哈利路亚，我们更热烈的掌声把荣耀给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向我们的主欢呼。哈利路亚，耶稣得胜，耶稣是荣耀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手举起来。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宣告复活的大能，我们更多的经历，我们生命要改变，我们前面的光景要突破，我们的身体要得到医治，我们的瓶颈要被打破，一切的铜门铁栓要被打破。我们同声开口宣告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要再次的更多的成就在我们身上。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敬拜你，主，我们敬拜你，主，你是复活的君王，得胜的君王，大能的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祝福祝福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更多的经历，更多经历你复活的生命，你的恩典，你的医治，你的全能在我们的身上。耶稣啊，一切的疾病要得到医治，一切铜门铁栓要打破，一切仇敌的权势要被掳掠。耶稣啊，宣告宣告，大山小山要挪开，一切的难处都要挪开，因为你是得胜的主，你是得胜的君王，坐宝座掌权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把我们的手按在我们的头上。来到新殿行道会，我们跟神说，主啊，我要充满上帝的信心，充满上帝的智慧，充满阳光飞鹰使徒的恩膏，在我和我的家人，在我的职场上，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。同声为自己开口来祷告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祷告你安守在我们身上，安守在我们头上。主耶稣啊，父里面宣告，我们充满了主来的信心，充满了信心的大能，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阳光飞鹰使徒的恩膏，成为我家人，成为职场的祝福，成为我周遭亲友的帮助。主耶稣啊，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多用的把主天的智慧和能力加添在我们身上。谢谢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，祝福我们的家人，祝福我们的家族，每一个人都要得救。我们相信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，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，可以让他们的家从黑暗进入到光明，从贫穷进入到丰富。好吧，同声开口为我们的家来祷告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祷告你，祷告你，我们祝福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，祝每一个家都是蒙福的，我们的家人都是得救的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安守在我们家人，求你松开他们心中的绳索，但断开他们身上一切的捆绑跟锁链。祝福我们的家人都要得救，祝福我们的家人都要轻生，祝福我们的家要从黑暗进入到光明，从贫穷进入到丰富，从忧愁进入到喜乐。谢谢耶稣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谢谢耶稣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坐下前跟你前头弟兄姊妹说，主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阿们。主的爱永远不会改变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家人跟朋友，或是还没有加入小组的，我数到三，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，我们认识你，我们要热烈的欢迎你。
一二三，呀，新的朋友欢迎。好，请旁边的弟兄姊妹热情的跟他们握手，欢迎他们，代表教会热情的欢迎你们，呀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。呀，一次欢迎，永远欢迎。新殿行道会是一个最蒙福的家庭，欢迎你每个礼拜天都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聚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观看 Eagle News。